踩压之前我刚锻炼完足弓，脚底酸胀感强烈。踩压筋膜板帮助我放松足底，释放足底筋膜和肌肉张力，促进足底血运代谢，减轻筋膜炎症，缓解疼痛。有没有发现视频中脚趾很怪？是的，一直向上翘起脚趾，目的是伸展足底筋膜，这样能增强按压强度，增加筋膜松解的深度和力度，软化瘢痕组织。你也会发现左脚始终用固定节奏，也就是有节奏感的踩下去抬起来，而且是围绕同一个方向转圈，对，是顺时针旋转，一边转圈一边踩压足底，时不时调整按压的点位，过程中有一定按压痛感，需要你调整踩下去的重心，不要生猛地把全部体重踩下去，按压是收点力，避免剧烈疼痛。对于初次按压或者疼痛敏感，就不要学我翘起脚趾。我之所以翘起脚趾，是因为适应了，已经常规按压了快半年，现在正在按压容易长骨刺的位置，可以重点多按压一会这里，促进这里筋膜血运和淋巴回流，减少炎症物质，加快恢复。